的用怪，今日你能出来面对，咱就痛一个底。自焚抗争，烧出真相。我听说康文海的妻子拒绝承认丈夫自焚，到底康文海的死因是什么？难解的是案件还是人心？阿海不可能自焚，康文海的尸体就是彻底这些关系的重要连结。我是周建生法医，请你用你的身体告诉我答案。周六黄牌影院引爆点，4月6日晚上9点，卫视电影台全台首播。